很充沛的。哎，是，哎呦，现在很重哦。现在选手再加上那么重的拳，好，转身边拳，边拳完还继续做动作，哦，都是连续的。对，在要强读了，因为这个整个胫骨加膝盖啊，攻击那个部位，这是没错的。哦，这是转身后蹲腿。好，接腿摔，啊，没错。那被摔了相当耗力气，哎呀，不服输，因为这个女生啊，不管是踢到这个心窝或是胸部，有点还不太集中的样子。啊，抓准阿尼亚出腿的，哎呀，哇哇，糟糕糟糕，有点爬不起来。应该说很难站，对，来不及来不及。啊，比赛结束了，太可惜了。现在实力上确实也有差距，对。可以看到在我们面前相当的痛苦，哎，开始跳舞了啊，跳舞了，对对对对，好。And the winner is the red corner from Belarus, Shevchenko Valentina, won by DKO. Now let's see.